它虽然它会来回跳吧，这个拼图还是这个拼图就很舒服，这个、拼图比舒服很多。如果它能稳定在六十，稳定在一个拼图更好的，就不要跳来跳去的。它跳来跳去，它也是会掉包的。要是67、68的话就很卡了，基本玩不了。你要是玩什么很笨重的英雄还好，你玩塞拉斯这种操作英雄，拼低，你会影响很大。这把看我的。这把得很 C， 狠狠的 C 一把，妈的。我发现打韩服上单老是会出问题，上把那个杰斯也炸了，是吧？第一把是奎桑提炸了，摆烂；第二把是武希拉斯瞎鸡巴搞被打烂了，把他瞎鸡巴搞；然后上把是杰斯被打烂了，三把都是上单出的问题。感觉韩服上单好容易出问题啊！不急吧，打亚索放线打比较好点。这努努怎么这么烦啊？他这样来两回，我没蓝了，蓝都没了。你上我来，这样跑了呀？这样跑了吗？哎，我去你妈！行不行啊，兄弟？这开几把的？你别说，这卢锡安虽然省那么多，他补刀还挺多的。这虽然是上来这把被打爆了，对吧？但他塔皮没怎么掉，他补刀还跟砍刀差不多，这是很匪夷所思啊！你这是换国服炸的，跟我都不敢想。能换国服的玩家，零杠上单零杠四了，可能就炸到底了。他们这个韩服这些玩家啊，下限是挺高的，说实话。
没队友吗？哇，我麻了，这啥？哎，我才刚走。 我才刚走呀，大哥。还行，砍人大招可能好了，可以看一下，最好动作改男的。 砍人大伤害高，快好了，但是没得沟通啊，沟通不了，告诉不了。我想跟他们说，等砍人大招 CD 了再打，但是没法沟通。抬眼啊，哥们！ 把视野排了一下，砍男的，不能被亚索的 W 给挡住了，不拿出来打吗？别着急啊，马二。 炸给他哦！可以，当，还好没冲啊，这不冲了就炸了，这不砍他闪啊闪过来，差点被他秒了，又是这个上单出问题，我操！我来了！ 这个亚索管不了了，没回来，还在。下不下？我溜人了，扔小龙吧。来来来，马二，来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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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杀这亚索的，踢他快！ 没踢到吗？哎，被躲掉了。 这不，两个闪电都掉了。主要是这不，这个人马他开大估计撞那个踢那个亚索，他没踢出来吗？奇怪，他踢出来他我跟大招就好了，我一直狂按大招了，他都没踢出来。
又烂了。能用吗？说错了啊！还行还行，我偷错了，我想偷龙龙大招的，但是偷到瞎子了，但是都沾血了，不好偷。哎，把我炸走了！我不是还没出来吗？想让他等等我，我怕我打错闹笑话，不敢打。终于让我赢一把了，好难呀，真的难。韩服真的难打，韩服真的难赢，但不说难打吧。主要是ping前面太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把ping低啊，我这把ping 64，我就可以玩得起来了。前面都是67、68的，太卡了。Holy shit！ 大哥的 ，Holy shit！